Hello， 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李老师。那谢谢拿出阿森的拉优咕咕歌曲 N 版，让我们一起打开第五页。我们打开第五页 ，Page 5， 第五页。让我们来看 ，Warna kan berdasarkan berdasarkan gambar。我们来看哦，我们都已经学过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来看这是什么？这个地方是 telinga 还是 rambut？ 是。特林啊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一样把特林啊圈起来，然后你帮老师一个忙，把特林啊写过去。特林啊 ，T E T L I D N G A 啊，特林啊，把特林啊写上去。OK， 那我们到下面哦，这个地方是 Ludut 还是 Dada？ 对了 ，Dada， 我们把 Dada 圈起来，一样把 Dada 写上去。D A D A， 大大，到下面喽。手叫单案还是西洛？对了，手叫单案。我们一样把单案写上去哦。到下面一个脚，脚叫特林啊还是嘎吉？嘎吉，对了，我们把嘎吉圈起来，把嘎吉写上去。到下一个咯，头是科巴勒还是西洛？对的，头是科巴勒，我们把科巴勒圈起来先，然后写科巴勒。那我们下面一个，看嘴巴是马大还是穆勒？是穆勒，对的，我们把穆勒圈起来，写穆勒，把穆勒写上去。我们到下一个咯，手指叫 Jari 还是叫 Dada？ 叫 Jari， 对了，我们把 Jari 圈起来 ，Jari Jari。好，我们到膝盖，膝盖叫 Ludut 还是 Mulut？ 叫 Ludut， 对了，我们一样把 Ludut 写上去。那小朋友们，你已经好了呢，你就把它踩上颜色，把你圈起来的答案踩上颜色。全部都要踩啊，什么都是看的，然后把全部都踩上颜色。这些都踩上颜色就可以了，好，圈起来的踩上颜色就可以了。好，小朋友们到第六页咯。Warna kan perkataan yang betul berdasarkan gambar. Kemudian gunakan benda yang berkaitan. OK， 小朋友们，我们来看。这是 mata 还是 kaki？ 对的，小朋友们知道的都说是 mata， 对不对？那你就拿出你喜欢的颜色笔，把 mata 踩上颜色。然后 mata 是用来做什么的呢？是用来戴眼镜的吗？拿来戴眼镜的吗？还是拿来戴手表的？哪一个呢？这是 cermin mata， 这是叫单眼，哪一个？是戴哪一个？对的，戴眼镜对不对？我们把眼镜圈起来。我们到下面一个，那这是什么？手指叫 Jari 还是叫 Ludu？ 叫 Jari 对不对？我们一样把 Jari 涂上颜色。那 Jari 是拿来戴袜子的呢，还是拿来戴戒指的？是拿来戴 stocking 还是拿来戴这样？不是这样的，拿来戴亲亲，哪一个呢？亲亲对不对？轻轻圈起来。我们到下面一个，这是科巴勒还是嘎吉？是嘎吉对不对？我们把嘎吉圈颜色。那嘎吉呢，是拿来戴手套的呢，还是拿来穿鞋子的？是拿来戴沙龙档案呢，还是拿来穿嘎索？还有一个嘎索对不对？我们来穿嘎索。全嘎住起来。那我们下一个，这是什么？特林啊还是格巴勒？对的，是特林啊。特林啊，踩起来，踩颜色。然后特林啊是拿来戴安定安定耳环，还是拿来穿衣服外住？那一个耳环对不对？我们把耳环圈起来。我们到最后一个，这是格巴勒还是加密？这是科巴勒，对。那我们把
color， 选彩颜色，然后 the butler 是拿来穿裤子的吗？还是拿来戴帽子的？是拿来穿丝袜还是戴短裙？那你看，逗比对不对？我们把逗比圈起来。那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喽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